谢娜官宣将兼任央视主持人，网友直接怒怼谢娜不适合央视形象。谢娜1981年5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，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，中国内地主持人、歌手、影视女演员，被公认为多栖艺人。近日谢娜在自己微博中发文官宣，声称自己将要去央视主持《我要上春晚》，并且下面还艾特了春晚发的微博。由此看来，谢娜是得到央视的认可，可见她的实力还是很强的。但是很多网友看见后，虽然有些人支持谢娜，但是还有大部分人搞不懂央视怎么会选择谢娜，认为央视应该选择稳重一点的形象艺人去主持央视节目，毕竟她的主持风格是带幽默型的。以前的央视节目《我要上春晚》是由央视一姐董卿主持的，要知道这档节目原来是由董卿主持的，无论是气质还是主持功底都远胜过谢娜。